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庆祝晚宴现在开始，请大家起立奏国歌。高兴参加我们这个多伦多地区华人侨社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2周年的晚宴。这次机会，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向我们各位侨胞、各位朋友表示极热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大家知道，62年前，当我们祖国统计国成立的时候，我们是处在一个一穷二白的状态。经过我们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我们今天成为了一个世界上举足轻重和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在这里，我应该说，这和我们的国海外的广大侨胞的支持和不懈的这个贡献是分不开的。如果说100年前孙中山先生到多伦多来进行了募捐活动，
我们这里的华人，特别是红门，做出了他们自己的贡献，被孙中山先生后来誉为华侨是革命之母，那么开创了推翻封建帝制和建设共和的道路。那么一百年以来，我们的华人华侨，包括我们多伦多地区的海外侨胞们，同样给我们祖国的这个建设做出了你们应有的贡献。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说孙中山先生讲得很对，在这里呢对你们多年来的这个不懈的努力表示深深的感谢。中加关系呢也在近四十年来建交以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历来的这个加拿大领导人和中国的四代领导人进行了这个我们友好的合作，中加关系走到今天应该说达到了历史的新高。那么去年的我们的贸易呢达到了370亿美元，而且这个速度呢是以30%的增长，1到8月份，所以今年呢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是480亿了，所以这个很，这是对我们两国人民呢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一个象征。同时呢我们在两国的这个教育方面，我们现在的留学生已经超过了7万了，我们在旅游方面呢我们今年的数字可以达到38万了，我们在这个其他方面同样出现了各种喜人的进展。应该说呢双方呢这个合作方兴未艾，哈布总理呢将会在今年的12月年底吧访问中国，那么将会就一系列的经济啊文化啦、啊、就各方面的领域的合作和我们中国的领导人进一步的这个磋商。我相信这次的访问会取得新的成功。同样展望未来，展望明年，我们两国的关系也将会继续的话向前发展。在这里我需要指出，两国的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个两国政府的这个合作，两国的友谊的这个高楼啊，我们在不断的往这个是上升。如果说我们的楼越高，我们的楼盖得越大，这个基础很重要，而这个基础呢就是我们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而我们的海外侨胞，特别是我们加拿大的我们的海外这个侨胞们，我们多伦多的华人们，你们在这里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你们在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方面，你们实现了零距离的交流，他们在你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看到了我们这个华人的形象，是你们带来了我们华人和当地的这个叫友谊交往，是你们通过你们的这里的各行各业的工作，使加拿大人民了解了我们这个祖籍国，了解了中国。因此呢说这个基础有你们深厚的一份和部分，这个基础垒得越夯实越深厚，我们以后建立的两国关系的大楼才能更高更大。因此呢这个基础虽然好像看得不是很明显，因为基础嘛是在下面，但是因为有你们的努力，所以才有我们刚才所看得见的数字。所以在对此我对你们的贡献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敬意。最后我祝愿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祝愿我们中加两国的友谊和中加两国人民的合作，祝愿我们在座的华人华侨我们得到不断的发展。最后祝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事业有成，阖家欢乐。谢谢大家。好，让大家举杯啊，举杯来庆祝62周年中国国庆的大日子。谢该举杯，恭祝中国国运昌隆，
国泰民安。第三，祝世界和平，两岸和平统一，祖国早日统一大业。谢谢。